Hello， 腾讯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这次来到超新星有什么感受？今天第一天来，然后也是第一次来，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，有点不太习惯吧？对，就不知道就是大家平时每天在干什么，然后今天接下来在还在努力的去适应当中吧。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报的项目吧。我这报的项目是跑步。然后每天的训练方式特别就是特别刺激，我每天训练方式就是跑炸点，因为我现在剧组里面拍戏，然后每天我们都会有很多轰炸的戏，有很多炸点，然后每天我们在剧组里面就会就是在那些炮火当中跑来跑去，我觉得就达到了一个训练的效果。对，我们的西南联大吗？对，我们的西南联大。有去看别人的比赛吗？现在看了两场王者荣耀的比赛嘛，很精彩。如果是明年来的话会报什么项目？我觉得多多益善吧，就自己还是挺想参与在其中，然后自己本身也是个挺爱运动的人，但是我目前我了解到的项目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擅长的。对，就可能重在参与嘛。那你比较擅长什么运动？自己比较喜欢平时运动最多就打球嘛，打篮球，但是咱们这个好像没有球赛这方面的，所以自己挺希望能就是如果有这种的话，那一定就是自己会特别开心嘛。圈内球友都有谁？好多什么巴拉巴拉 ABC 啊，对，就好多，但不方便扣人家吧。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噔噔了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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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各位父老乡亲、观众朋友们、粉丝朋友们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想关注我的更多动态，请关注腾讯视频微博、微信。